慈济槟城社教推广中心从2005年成立，十多年来课程丰富多样，融入了慈济的人文教育，累计的学员上千人次。我很喜欢学古筝，就是刚好慈济有这个课，然后我就来学了。每一个课啊，他都很细心在教，我们不会的他就教到会。我要感恩老师，就是说他从头到尾他是没有给我们到那种的压力啊，我们很感恩他，好像细心的教导，然后还会好像在平台里面会提醒我们。教师节，学员奉上敬师茶，感恩老师们的教导，让自己有机会活到老学到老。就是我来了华大，我觉得我学到很多，就是觉得很感恩有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华道茶道这样子咯。社教中心为大众创造了终身学习的机会，让大家习得一技之长，也接受了慈济人文教育的熏陶。大爱新闻陈瑞文马来西亚报道。